小新，我儿子呢？那菠萝叉背后那个。你找。孩子。我鬼啊！大人，他们为什么盯着我呀？杨延昭，我是你的老朋友韩德让啊！哎呀，闭嘴！大人，他们是谁呀？大宋的将军，大辽的丞相，和你没有关系。哦，这位就是冯罗刹吗？多谢你三年来照顾杨延昭，请受老夫一拜。老爷，哎，你们认错人了，我不是杨延昭，我是雁门村的人，大家都叫我月明星稀美少年。云蒸，云蒸，云蒸侠卫俏英雄。对对对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因为我是你娘呀。娘？我有娘？飘在空中好多的酒杯，你的脸蛋儿红得像草莓。今夜大家不醉就不归，明早太阳是我的天。这首歌，这是娘教你的。娘，孩子，娘，三年了，一封信也不写，一次家也不回，你去哪儿去了？让娘好好的看看，成亲了吗？有孩子了吗？娘想死你了。延昭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你爹呀、啊！老爷，我们走。哎呀，大人，他们想要拐卖我。孩子，延昭，跟我回天官府。大人，我到底是谁呀、啊？你是我雁门村的人。对，我是他的人。你个小兔崽子！小青，你们三个带延昭走。是。是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敢动他？菠萝叉大人，我好害怕呀！公主，动手！对不起。怎么没有刀刃？早就防着你了，阿芝公主。原来你就是辽国的阿芝公主啊！韩德让，骗子！你让阿芝公主混进雁门村，就是为了谋害我的性命吧？冯罗刹果然厉害。丞相，你曾经答应过我，只要我杀了冯罗刹，就不用去西域和亲了。是啊，我是答应过你，可是你失败了。如果你能活着回到大辽，这和亲的事还是要继续的。你骗子！人人都说我冯罗刹心狠手辣。和丞相，我自愧不如。冯罗刹，如果你能放了我，我就饶你全村百姓不死。你无耻！放了丞相和公主，都在这儿了，那就一锅端吧。你们终于来了，快救我呀！是丞相。哎，这不是杨延昭吗？杨延昭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我不是杨延昭，我傻子。傻子？哎呀，不要管别人了，先救我。放了我们丞相，否则我等便踏平这雁门村。住口！冯罗刹，只要放了丞相，保你雁门村百姓平安。哈，有冯罗刹大人在，雁门村的百姓就是平安的。不要怨我，大人，你干什么？你，杨将军，一命换一命，这是我雁门村的规矩。放了韩德让，放人，滚！哎，遵命。对对对。
你也不过如此。你什么意思？杨家人也好，叶门村的人也好，都阻碍了我大辽前进的步伐。杀！你敢？两军开战，不杀无辜百姓，写真。写真。丞相的命令，不要违抗的好。丞相，你答应我的，放箭！快跑！你杀了太祖杨延昭！老爷，老爷，你们没事吧？老爷，你怎么了，老爷？老爷，我们才一家团聚，老爷，你不能死啊，老爷！老爷，
杨夫人，党争的事情我不懂，但是我也知道雁门关不能丢啊。那杨延昭呢？你们就不管他了吗？一边是儿子，一边是大宋的百姓，你让我怎么选？杨延昭会死的。杨夫人，如果你不吃雁门关，会有更多的百姓死去。马革裹尸，这就是杨家人的命。老爷，我们走。杨夫人，我来帮你。抓走了，他自己也跑了。如果是我的话，如果是我的话，你想走就走吧。我，哈哈，好，我走，我走就是了。杨将军。雁门关也守不住了，到时候辽军的铁骑他在大宋的土地上，谁也逃脱不了被奴役的命运。想怎样？